后面进一步描述这个，流浪汉的美好生活。他说了，His few material possessions make it possible for him to move from place to place with ease。他很少的这个物质财产呢，使得他非常轻松的、非常容易的能够四处游荡、到处搬家，不至于呢请搬家公司了，这个很方便。这个 material possessions 就是 belongings，就财产、财物的意思，就随身东西很少呗。这个 make it possible for him to move from place to place，这是复习。26课刚讲过，make it possible for some to do 相当于 enable somebody to do，使某人能够做某事，本文中使他能够四处游荡。这个替换在26课刚见过，咱们再复习126页的第十行到第十一行。126页第十到第十一行 ，They devise hundreds of competitions which will enable us to win him some money. Enable to do，下面相邻句子换成 make it possible for some to do，对吧？Radio and television have make it possible for advertisers to capture the attention of millions of people in this way，啊，都是使某人能够。他们设计出了数以百计的比赛，这可以使我们能够赢得大笔的钱，而广播电视使广告商能够用这个方式来吸引百万人的注意力，本文中也可以换成 enable to do，这个跟本文中这个带进去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带进去呢，就是enable 这个 enable him to move from place to place，对吧？带进去后完全一样，完全一样。当然，本文中这个 from place to place 这个其实在25课见过，当时讲过 from A to B 这前后是不加冠词的，还记得吗？当然本文中 from place to place 含义呢？就各处、四处，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各处、四处、四下里，相当于 here and there 这个习语，或者比较文言的 hither and thither，在四处、各处、四下里。这 hither and thither，我们到了四册会谈到这个习语。4册第九课《王室间谍活动》里边有，我们再分别读一下：from place to place，here and there，hither and thither，hither 在古文中就是 here，thither 在古语中就是 there。所、so、以 here and there 就是 hither and thither 是一样的，四处、各处、四下里，可以四处就是去游荡。注意 from place to place 不要说成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这个不能这么说啊。咱们回顾一下25课中都是复习，这课课间是相勾连的啊。你看122页的第十四行，122页的第十四行，The Cadillac rolled from side to side and it became impossible to steer her，还记得吗？卡迪萨克号。在风浪中左右来回摇摆，from side to side 叫来来回回的，左右的来来回回的。还记得我们以前讲过的吗？这几个 read something from cover to cover，从封皮到封底通读这本书。还有呢，挨家挨户的推销 from door to door，对吧？还有呢，这个因人而异 from person to person，vary from person to person，从这个人到那个人他不一样。还有日益改善 improve from day to day。从这天到那天，日益在改善，都行。这个，而且前后可以跟不同的词、跟不同的名词的时候呢，一般也不加冠词。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From dawn to dusk，固定搭配，从早到晚，dawn 叫黎明，dusk 叫黄昏。你看前后都不加冠词。From head to foot，从头到脚，头和脚都是可数的，但这里不加冠词。From top to bottom，从上到下没有冠词。From start to finish，从头到尾也是固定搭配的。From cradle to grave，从生到死，这个 cradle 叫摇篮，grave 当然是坟墓了。从摇篮到坟墓也是前后都是名词，但注意不加冠词，这是习惯的用法。好，回到文章中，他可以随处的四处游荡，为什么？他财产少啊，搬家方便，不用。请搬家公司了，打个包，一背包就走了。哎，东西少，这也照应了我们以前说的一句话。25课讲过这个谚语："滚石不生苔，漂泊的人一生不聚财。"还记得吗？A rolling stone gathers no moss. Rolling stone 叫滚动的石头，其实表示漂泊的、居无定所的人，流浪汉就是个例子。他不根本呢，滚动的石头不会长出苔藓来，不会长出绿苔，那么漂泊的人一生也聚不下财，财产少啊。但搬家就方便了，什么一个？好，下面说了，By having to sleep in the open, he gets far closer to the world of nature than most of us ever do。这个也是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By having to sleep in the open，这是介词短语，当做一个方式状语来用。通过不得不睡在露天这样的方式，这是方式状语。然后句子主干是 He gets far closer to the world of nature。The world of nature 就自然界了，它离自然界要近得多，比什么近得多呢？Than most of us ever do，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近得多。就是以天当被，以地当床，融入到大自然之中去。哎，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好处，呵呵，它的一个好处啊。后面这个 than 引导的可以看这个比较状语从句，因为 than 后面跟一个完整的从句嘛，比较状语从句。这个时候也可以单独呢把谓动词省略 than most of it 也行，这个谓动词是可以省略的。这个细节咱们一会儿会说啊。第一个，我们看看第一个细节的 in the open。in the open 不能说在打开的地方，而是在露天，在户外。in the open 这个习语可以换成 in the open air 是一样的，相当于副词 outdoors。在户外，在露天，咱分别读一下，慢慢来。In the open，再注意加 air，意思一样，也是状语，叫在露天。注意连读，In the open air，In the open air，就相当于副词。大声来一遍，outdoors，outdoors，在户外，在露天都可以。那后面那个比我们大多数人，这个曾经，向大自然的这个距离都要近一些，在这里面可以类似于呢。Than most of ever do，可以把 ever do 去掉，也可以啊。没有 ever do，单独使用 than 也行，也是正确的。你看，我们看一个简单句子，他比我高，He's taller than I am。这是最中规中矩的表达，这个表达对的。那也可以去掉谓语动词，He's taller than I，也是正确的。than 比较状语从句，可以没有谓语动词省略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知道省略的是什么，对吧？当然，这个在不太正式的场合呢。这个 I 比较特殊的这个代词，有的时候也可以用 He's taller than me，这时候这个 than 就更像一个介词的用法了。但是正规用法还是用 I 好一些，因为它省略了这个 am，但 than me 约定俗成的这么说也行，也对，也可以。好，下句话说：He may hunt, beg, or steal occasionally to keep himself alive. He may even, in times of real need, do a little work, but he will never sacrifice his freedom。这个句子也稍微长一些，咱看看。语法成分的联系啊，那么这个其实有三个句子，中间是由分号，两个分号把它隔开的。分号后面的句子就不一定非得加连词了，因为分号可以代替连词功能。两个完整句子中间如果逗号的话，应该有连词；如果分号呢，就未必一定要加连词了啊。分号有些英语老师管它叫小句号，就是这个原因，它后面未必加连词啊。看第一个小分句，他可能会打猎、乞讨，甚至偶尔偷东西。来让自己活下去，后面那个 to keep himself alive 动词不定式，但是目的状语了。来，第二个小并列句，he may even 他甚至怎么样？in times of real need 在真正很需要的时候，这是做插入语结构了，补充说明怎么样呢？do a little work 做点工作，但怎么样？but 这个转折连词，这个连词不加也行，因为分号后面可以没有连词，但加上之后呢，表示转折，你不加转折的含义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加上好，但他绝对不会牺牲自己的自由。这个我们在里边看到一些搭配，先看这个偶尔 occasionally，有的时候可以换成其他的习语，这在后文中会出现，咱们先把它记住就好了。偶尔偶然地，我们先分别读一下 occasionally，occasionally，下面后面两个习语，第一个不要翻译成一会儿有一次，我说了习语不能拆开翻译，当做单词来记，偶然地偶尔，我们大声那边 once in a while。注意这连读，once in a 连在一块儿，在里面，once in a while，once in a while。好，看最后一个，from time to time，from time to time，不能说从时间到时间啊，都是偶尔偶然的，偶尔会做些工作让自己活下去。但是呢，他甚至在真正需要的时候，看这插入语，in times of real need，这是复习呀、啊、，in times of 在什么什么时候。咱们多次讲过，你像 in times of happiness，在快乐的时候；in times of grief，在悲伤的时候；in times of rage，在愤怒的时候；in times of crisis，在危机关头；in times of boredom，在无聊的时候；in times of war，在战争时期；in times of peace，在和平年代等等等等，在某个时期、某个时候、某个年代都用 in times of。这个我们在第14课见过，66页的12行中间，14课贵族歹徒。66页12行中间，在和平时期 in times of peace，看到了吧？跟本文中的 in times of real need 如出一辙。
当生意不好的时候，霍普伍德带着兵到城邦里面烧毁农场之后，提出主动提出给钱就走人，但他不会牺牲自己的自由。后面最后一句话比较长 ，We often speak of tramp with contempt and put them in the same class as beggars, but how many of us can honestly say that we have not felt a little envious of their simple way of life and freedom from care？ 那句子比较长，咱们还是先看看语法成分。这个还是有一些并列连词，这儿有个 and， 这还有个 but， 等于把句子分开了。第一个小便的句 ，We often speak of tramps with contempt。With contempt 就相当于 contemptuously， 因为 with 加名词的副词嘛，鄙夷的。我们经常鄙夷的谈到流浪汉，瞧不起他们，社会败类，纯粹蛀虫，对吧？并且怎么 and put them in the same class as beggars， 并且把他们呢视如乞丐一般，把他们跟乞丐放到同一个 class， 不是班级体了，是类别种类，视之如乞丐一般，这是习语，咱们一会儿会说。那么这个 and 是并列连词，但后面并列句的主语还是 we， 所以这主语没了。but 转折了，但是后面出现了一个修辞疑问句 ，how many 到句末是个疑问句。为什么叫修辞疑问句呢？修辞疑问句表示答在问中，这个问句不需要回答了，它的答案藏在问题里边了。这个修辞疑问句一会儿会说，会展开说。但是我们多少人能够诚实的说什么呢？这个 that 到句末，那明显是一个宾语从句，做 say 的宾语了。说什么呢 ？We have not felt a little envious of。我们没有对这个东西觉得有一点羡慕呢。Be envious 后面叫 of， 只不过前面 be 动词它换成了系动词 feel， 一般过去式是 felt， 但介词不能变，还是这个 of。羡慕什么呢？有两个宾语，第一个是 their simple way of life， 他们简单的生活方式；第二跟它并列的是 their freedom from care， 还有他们无忧无虑的生活。难道没有一点羡慕吗？言下之意是，我们恐怕多多少少都有些羡慕。这个不用回答了，难道就不会羡慕吗？就表示可能大家都会羡慕，这个意思。第一个，我们看这个 with contempt， 咱们多次说过 ，with ease 是 easily，with difficulty 是 difficultly， 对吧？那 with contempt 呢？相当于 we often speak contemptuously of tramps， 跟这个副词是类似的。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contemptuously。我们在词汇中不是讲过形容词叫 contemptuous， 后面再加 ly 就好了，相当于 with contempt， 又是 with 加名词，相当于名词同根副词是一样的，对吧？好，并且把他们归到乞丐一类。Put somebody in the same class as， 把某人某物跟他放在同一个类别里边去。这个 class 在这不是班级，是类别，就把它归到这一类。归类也可以用我们出现过的动词 classify。后面再加 s 也行 ，classify A as B 带进去也行，把它归成跟乞丐是一类。啊，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classify。本文中带进去呢 ，and classify them as beggars， 把他们归成乞丐这一类也行。这直接用动词归类，效果一样的，但后面介词还是加 s。但是我们有多少人能够诚实的说，我们对他们这些简单的生活方式和无忧虑的生活，没有觉得一点羡慕呢？有多少人能够这么诚实的说呢？他是不是问有多少人？请举手，我统计数字。他不是真正统计数字，言下之意是恐怕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些羡慕。这种句子就是我刚才说的 rhetorical question， 英语中术语修辞疑问句。什么叫修辞疑问句呢？答在问中，这种问题回答成傻帽了。为什么呢？因为问题已经隐藏着答案，答案藏在问题之中，不需要回答了。我们看到大诗人雪莱在《西风颂》中就有一个名句 ：“O wind,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啊，西风啊，如果冬天都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冬天都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还远没有？不知道，请回答。不用回答了，言下之意是冬天到了，春天想必就不会远了。就人生到了最艰难的时刻，往往希望就在前头。这时候停一停就过来了，你看这个是个修辞疑问句，但根本中有多少人呢？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这个对他们一点不羡慕，就这个意思。再看几个例子 ，Who among us has not dreamed of that？ 我们之中有谁没有梦想过那件事呢？有谁请举手？不用统计了，言下之意是我们大家恐怕都梦想过这种好日子，谁不想啊？就这个意思。再看一个例子。What is the use of studying grammar if we can't put the grammatical rules into practice? 咱们一块来翻译吧。
先翻译这从句。如果怎么样？如果我们不能把语法规则运用到实际生活之中去，那么我们学习语法还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请举手，请回答。甭回答了。言下之意是，不能把语法规则应用到实际生活之中去，语法就白学了，就没有用了。这是修辞疑问句。来，再看一个更复杂的，我们在这个四册的第22课，就是知识和进步，未来会在四册里面，李老师会讲这个书。啊，你看这里面又有一个句子，他说：“Could any spectacle, for instance, be more grimly whimsical than that of Ganners using signed Shantymen's bodies, while close at hand surgeon used to restore them？” 他说，难道有任何的 spectacle 情景场景了？比如说，能比下面那个情景更可怕、更怪异吗？Grimly 叫恐怖的，whimsical 叫古怪的、怪诞的。比什么呢？比这个场景 that 代替前面这个 spectacle 这个情景。什么情景呢？Ganner 炮兵使用科学把人体打得粉粉碎，而近在咫尺之处，外科医生再用科学把人体复原。这谈的是知识是一个 double-edged sword，是一柄双刃剑。他说：“难道有任何情景，比方说比下面这个情景更可怕、更怪异吗？炮兵用科学把人体打碎，而近在咫尺之处，在后方战地医院，外科医生再用科学把人体修好。难道有任何情景更可怕、更怪异吗？用回答吗？不用了。他言下之意，这种情景恐怕是最可怕、最荒诞的情景了。知识可以用来这个造福，也可以用来为人类遗害。哎，这是个修辞疑问句呢，一般多位于。”一个文章或者段落的末尾，或者接近末尾的地方，它呢可以增强文章表现力，让读者看文章之后眼倦深思。哎呀，问得好啊！本文中也是啊，你看用的末尾嘛。那么四册里面22课也用在倒数第二句话，也是接近末尾的位置，让读者说：“哎，问得好，知识真是双刃剑的。”本文中也是，哎呀，问得好啊！恐怕流浪汉的生活，我们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些羡慕，尤其在当代的快节奏生活中，大家都希望有那么一两天。完全无忧无虑的日子，尽管我们未必真的去做流浪汉，是不是可以增强文章表现力，而且让读者还自己主动去思考一下，激发读者思考，表达了更强烈的这个语义啊。好，27课里面重点知识特别多，希望大家一定把这段视频反复多次收看，重点把它记到笔记，甚至再重复记到脑子里面，make a mental note，直到我们把知识完全掌握。好，27课跟李老师。就学到这儿，谢谢同学们。